给辛巴、啊。哇，苏伟上来之后连拿四分。啊，这一场。他出手。哈哈，这个林冠伦教练已经激动到我们的无线麦克风快要收不到声音了。是。你去罚。刚才要看一下场边是不是有出现一个教练团的技术犯规。是，他有吹了一个冠伦教练的一个技术犯规，因为冠伦教练在抗议的是德古拉刚刚的挡人是有一点犯规的动作哦。是执行无视罚球，打按照原动作进行。技术犯规，在工程师这边。不帮勇士让杰瑞儒来执行这个罚球。是，韦儒今天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哦，在板凳的得分上面挹注了非常多的一些分数。罚球进之后，目前杰瑞儒得分来到双位数的10分。